这是什么神仙号呀？二十一装步兵枪王，图谱676677，号里金条6100万，新币6900万，技能点3200万，全19六阶金枪，全20六阶金甲，16、17、19、5阶、6阶、7阶、5阶金刀，人家副配都比我的主配高呀。五星猪毒339把，五星雷托1375把，五星斩马刀46把，五星全钢盾牌760把，四星喷火器600把，典藏雪地雨战次数也剩了非常多，五星守望盾311次，银溪差评啊只有44级，340次，这银溪升不上去肯定是没材料，服装多的过分，7件典藏时装，普通时装数都数不过来。要说最过分呢，还是这号里的载具，23辆永久载具，什么金甲凯旋、训电流光、旷野骑士哥斯拉、霓虹恶魔、猎户座金晶钻，哎呀，真的是太多了。你觉得这号值多少？